Let me go。 桃园第二天先发投手林化庆，记者陈志取舍。特派记者倪婉君石原岛报道，若从2014年交流赛算起，庆仔林化庆明对罗德先发已是第五次，他表示互相都已熟悉，明天则没有设下局数限制，我跟教练团说就没到没有力为止。2014年是他们到台湾来比赛，然后来石原岛的三次我都先发，若再算进去年底的亚冠赛热身赛，已经是第五次对罗德了。林化庆明天穿上庆仔绰号球衣登板，不但他很熟悉罗德，我想他们也很熟悉我的球路了。林化庆之前在台湾春训已投两场比赛，球数最多投到70球。他说，毕竟现在春训才过一半，球数还没有要拉到100克那么多，明天就尽量投，投到没有力为止。23岁的林化庆从2014年季中加盟桃园，去年缴出6胜5败，防御率5.25成绩，他说今年目标是要投出比去年更好的成绩，也想要站稳先发轮值。目前桃园规划除了三洋投之外，他和王义正、黄子鹏都是定位先发投手，再去竞争固定席次。 Let me go。 桃园第二天先发投手林化庆，记者陈志取舍。 Let me go。 桃园第二天先发投手林化庆，记者陈志取舍。